报咗个补习班咧，就系由星期一到星期五一放学就即刻去啦。咁我都觉得其实我自己付出咗咁多，有呢个回报都系值得嘅，都系值得嘅。呢个过程休息够唔够噶？够够够，都好辛苦噶，但系如果讲辛苦，我真系觉得谈唔上，因为我觉得读书系我嘅本分嚟噶嘛。咁我都觉得其实我自己付出咗咁多，有呢个回报都系值得嘅，都系值得嘅。呢个过程休息够唔够噶？够够够，都好辛苦噶，但系如果讲辛苦，就真系噶嘛。